天后张惠妹在台中圆满剧场举办她的新歌演唱会，开放民众免费索票，现场涌入了上万歌迷。而阿妹也演唱了多首经典曲目，还带着舞群一起劲歌热舞，让台下的歌迷嗨翻天。台中圆满剧场带来多首新专辑曲目，阿妹说希望用现场演唱的方式让大家细细品味歌曲所要传达的意义，也带来经典歌曲《我最亲爱的》。世界不管怎样荒凉，爱过你就不怕孤单，我最亲爱的。陶醉其中，阿妹还在台上点名其中一位歌迷，因为知道她将经历一场重大手术，她的朋友特别拜托阿妹为她加油打气。家里也出了一些状况，我刚刚都听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最重要是你的朋友们在你旁边给你很大的鼓励。全场掌声为这位歌迷加油，就连阿妹自己也忍不住泪崩了。演唱会后半段，阿妹开始转换模式，变成摇滚版阿妹。大型泡泡不断涌出，泡泡泡让全场歌迷嗨翻天。阿妹和台上舞群劲歌热舞，炒热现场气氛。其实前一阵子阿妹才因发烧掉点滴，破冰上阵，魅力丝毫不减。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台湾台中采访报道。